OK， 各位，今天呢要来玩一下这把狼牙棒 2.0 啊。这把狼牙棒 2.0 呢，据说是增强了这个左键的攻击距离以及这个 damage， 哦，背击的 damage， 然后还有它右键的这个什么范围啊、缓速啊，以及伤害，哦，还有这个充能时间也加快了。来，我们先不要用其他的武器啊。 现在有这个拳击手还不错，这把我用到这个拳击手，这把最需要的核心变异就是什么拳击手，真的。啊，然后我现在会有点累格，因为我是连那个路虎，就是对，它会 KK 的，没那么顺。不过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伤害啊，什么缓速效果之类的，是还挺缓，然后还挺远的。 靠腰啊！我这样怎么玩啊？<笑>好卡哦！然后现在是因为回合数比较低啊，所以说僵尸比较容易就被我烤死。待会我们再录一个回合数比较后面的片段。靠腰，我怎么那么卡啊？是怎样？啊，不就还好，我是英雄。 前期基本上你拿起来一样是杀风，屌打啊，再一棒。不过这把好像可以随到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我记得它可以随到。不过陆服好像不行，就看台服之后会怎么搞了。哎，好卡啊！怎么那么卡啊？怎么？ 怎么会这么卡啊？这就是我不想来玩路夫的原因啊！好卡啊！而且我还要跨那个 VPN， 对，不然他不给我直接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唉，排挤啊！不给我直接连啊，排挤。不过目前看下来，伤害啊什么定身效果都还是不错的。 来，我们往上飞，飞起来看一下僵尸在哪里。我飞起来看一下，在上面锤，哦，一张上面锤会直接锤到地板的，它的那个冰霜踏地会是直接打在地上的，好帅哦。哦，不过我这样玩起来好痛苦，真的玩起来超痛苦。 哎，靠腰嘞，不是啦，完了，老哥，真的要输了，真的要输了，老哥，这样怎么玩？哎呦，被抓了、啊，保命技没了、啊，好卡、啊，灰，哦，还是不错啦，啊，这么卡的情况下。 还可以80%，虽然都是BOT，但是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测嘛，测一下而已，这么卡，你要我去跟真人玩，怎么可能？那可能灰没几下就倒了，我们就先把回合数打到后期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吧。
Humiliation. Headshot.唉，我连没多久，它就会断线，对，就很奇怪。这个墙实在是太高了啊，我无法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我已经重复了一两小时了，我忍受不住了。